嗨，各位韩国艺匠的贵宾们，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台中品牌日的活动。那现在今天我邀请我们的现场的日月千禧的林先生以及我们的贵宾来见证我们今天的抽奖。那现场这边有抽奖金的单子，等一下我们请同事把它折好之后放到我们的抽奖箱。那请日月千禧的林先生帮我们抽奖，然后这位帮我们做见证人，来请同事帮忙一下，帮我们折起来，谢谢。好，来，我们现在请来两位来，请我们日月千禧的林先生来帮我们抽奖，只抽一名哦。然后这些是我们现场的那个嘉宾哦，他的订单也在里面哦。好，今天抽奖，今天你看那边，不要看这里。好，来抽，只抽一张就好了，不要抽两张哦，一张，一张哦，一张。好，你帮我念一下，张先生，张先生，订单号码几号？00042。00042，这个呢，我们会极快跟这位张先生联系哦。我们也会在 FB 上面把这段视频呢铺在上边哦，让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即将会在台中跟台中的乡亲们服务哦。非常感谢你们，谢谢。